前面一节课我们谈到了李唐在皴法和构图上的一些贡献。讲完李唐呢，今天我们就要对刘松年、马远和夏圭的作品再做一些解读。先说一下刘松年，这位刘松年就住在杭州的清波门外，当年人称暗门刘。这个暗门呢，我们说他住的这块清波门外这一片地方呢，是前面横着一道山，山那边呢就是雷峰塔，所以啊，清波门外这一块地方，在杭州长桥这一片啊，就是经常处在背光的状态，就是天黑的稍微早一点啊，这个叫暗门。他在南宋诗家里面风格比较典雅，也比较精致，因为呢，他擅长画的是士大夫贵族所居处的园林，同时呢，他也擅长画四季的变化。我们可以看他的作品，比如说他的市井山水图，就表现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第一幅是春景，内容就是西湖堤岸边的庄园。那么去过杭州的同学啊，就知道杭州有苏堤、白堤，然后西湖周围还有一些别墅啊。那在这些地方呢，就是经常有一些比较好的啊这种小型的园林啊，当然在以前呢也是私家的府邸啊，诗人的宅邸。那么刘松年啊就把这些诗人的园林收入了画面啊。第二幅是夏景，表现的是这个柳岸瞿塘。第三幅是秋景，表现的是老树经霜。第四幅是高松雪坡，是一幅雪景啊，是一幅描绘冬景的绘画。整个市井山水图表现了幽居于西湖周边的这些湖山楼阁中这些士大夫的悠闲的生活。整卷作品啊，它的渲染的方法啊非常出色，墨法非常的整体。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看画面数十的用笔和勾勒的方法也非常劲挺，用笔非常的劲健。在南宋诗家中，马远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那么历史记载呢，马远的绘画作品数量非常多，今天传世的数量也很可观。马远重要的作品有故宫博物院收藏像大幅的踏歌图啊，另外还有水图、梅石西浮图，还有寒山子像，还有孔子像啊。另外他还有石壁看云图、高阁听秋图啊等等一些小幅的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常有他的花灯试验图，美国的奈尔逊博物馆收藏有他的西园雅集图卷，上海博物馆呢收藏他三幅作品，松下闲云图、移松图和雪霁观梅图。另外马远还有少量的作品散落在世界其他的博物馆以及诗人收藏家手中。马远诗法李唐，特别擅长用水墨来做山水画，风格苍劲。在构图上，马远最擅长的就是截景，就是截取自然界的一个片段啊，非常像今天摄影师的特写镜头。马远的这种构图方法呢，我们美术史上称之为马一角踏歌图，是很典型的这样一种构图。其特点正如前人所指出的，叫全景不多，其小幅或峭峰之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之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也就是说他的这种街景山水经常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构图，也就是有悬崖峭壁直上直下啊，通常是在画面的左半部分啊，但是你又看不到峭壁的顶，这是以近处观看的一个视角。然后近处的山体有的时候直上参天，但是远山又压得很低，就是在这个地平线这个位置压得比较向下啊，这是他在构图上的一种创造。这种方法特别有助于表达近景。谈完了马远，我们再看另外一位重要的画家，就是夏圭。夏圭的作品
被称作下半边，马一脚下半边，这就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也就是说，夏圭和马远一样，是一位擅长画边角之景、擅长画截景的画家。除了在取景上，夏圭和马远有相似之处，夏圭呢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说是笔墨，特别是夏圭的墨法，他的墨法特别雄健，值得我们单独去讲一下。具体来讲，从技术手段上看，夏圭是擅长用凸笔蘸清水，然后在笔尖上调一点很浓的墨，然后落笔，他是用这种方法来作画。如果用这样的笔、这样的墨去接触纸面、接触这个绢，它一笔下去，然后用中锋勾勒山石树木，这个轮廓很有质感。那随着用笔的变化呢，墨就会渐渐的淡开、渗开，因为这个笔的这个笔尖是浓墨，很浓的墨，然后笔肚的部分是清水啊，所以它就自然而然的，这个墨就会渗化开。这个墨色呢，是有一种晕染、自然渗化的这种感觉。此外呢，他还特别擅长调节水分，取得一种就是淋漓啊酣畅而又特别滋润的视觉效果。在山石的皴法上，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这个西山庭院。有时候他会先用水笔淡墨少染，也就是大面积的水分比较充分的这个笔啊，然后在画面上大面积的少，然后趁着这个水分还没有干的时候，用浓墨去勾和皴，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水墨浑融的特殊效果。在美术史上，我们称之为泥里拔钉皴，就像在泥里面有个钉子啊，把它拔出来啊，这种感觉。前面说了它两种技法，这两种技法其实就是泼墨法，也就是说，水墨画、水墨山水，在夏圭那里已经高度成熟。夏圭代表了水墨山水画的一个高峰啊，它的泼墨方法啊，它的炫淡的方法，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他最著名的一件传世作品就是《西山清远图》，表现了江南、江湖两岸的景色。我们看画面上，有群峰，有这个峭拔的岩石，有茂密的树林啊，有楼阁、长桥、村舍、茅亭、渔舟、远帆。山石是用凸笔中锋勾勒，效果凝重而又爽利，然后顺势用侧锋皴染。皴染的方法呢，有我们前面说过大斧劈皴和小斧劈皴，另外还有刮铁皴、钉头石尾皴，另外还有他自己的这种泥里拔钉皴，用笔是非常的随意，根据树石的这个轮廓随意生发，然后再加点。他的笔法虽然简单，但是变化非常丰富，整件作品呢墨色苍润灵动而又鲜活，墨色浓淡的变化非常丰富，同时衔接的非常自然，给人的感觉特别的酣畅，特别的爽利啊！同时呢，整个画面的墨漆我们刚才说了非常的协调，能够融为一体，这是夏圭在用墨方法上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就要对这个南宋十佳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圭的山水画啊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南宋十佳的话，总体上看，我们说就是水墨淋漓，风格苍劲啊。在南宋，这是一种院体风格，也就是南宋宫廷里所偏爱的一种风格。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直接影响到了明代早期的院体绘画。其实呢，这种绘画，特别是夏圭的绘画，在日本也特别受到欢迎和推崇，有很多收藏家在日本喜欢收藏南宋十佳的作品，特别是夏圭的画，其中还有很多是真迹。因为夏圭这样的画家，笔墨的趣味非常的浓郁，非常的强烈啊。南宋十佳在水墨画上的贡献，在皴法上，在构图上，这两点特别值得我们称道，也需要我们加以重新思考。皴法，我们总结像刮铁皴、斧劈皴、雨点皴、豆瓣皴、泥里拔钉皴等等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大斧劈皴和小斧劈皴。另外呢，在构图上，就是他们的这种截景，这种近距离的实景、近景和远山的这样一种构图方法，高树人物和远山的组合方法，这些都是我们要加以认真思考的。南宋山水画家的墨法，恰恰就是王维、张藻的文人铺墨法的一个发展和延续。所以，我们对南宋十佳的成就，
以及南宋世家对哲派的影响，包括对哲派优秀作品的认识，都要细细的去加以品味。夸张一点的，我们对文人画可能也要重新加以认识，对文人画的泼墨和现代之法要重新加以认识。好，谢谢大家。